今天给马克加餐，波士顿龙虾，主食做一碗日式拌饭，用高品质狗粮加入冻干三文鱼油，淋上日本宠物肉酱，撒上鹌鹑蛋黄，最后用高品质蓝莓点缀。配菜的部分用鸭脖子和鸭脑袋代替。水果今天吃一个 apple。蔬菜准备了两根秋葵，零食吃的是 ZV 新款牛脖子，最后泡一杯82年的狗茶，准备完毕，饭前笑呵呵。